各位网友，我们刚才介绍了我们杨老师他的书法历程哈，写字的历程跟他推广教育啊，我们都觉得还真的他很有功劳，那值得敬不佩。敢，那不我现敢。在哈，拿在手里是他的，是你的这个水彩作品。对，水你彩。什么时候开始接触水彩？我水记得彩你呀、只啊，你我画5、6年了五没？六年了，是哇，是是。我弄怎样？真的吗？对。我起先跟郭老师，郭国修老师，啊、哦，哎，那我们现在手拿着是。呢，我们看看来，我们杨老师的水彩画，这张画挺有味道的，啊、哦，这前面都是粉红色的，你这们张这，画的水分很好，我也对蛮对喜欢对，这张，啊、哦，来，我们一张一也张来加欣那赏，个哎，这水水分多彩，一点啊，对，你把水墨的那个我感觉可以放放在，进去了，对，然后我们一张一张来秀给我们观众朋友看。好，哎，这我是们电视当中哎，不用了，这就我是们杨在老师哈新是，疆画哎，的，杨老师，你实在是还蛮有心的，这么老远带着这么重，给我们开个小画展啊，真的不容易啊。我这们个要这那是在个这对是新疆新的风疆，景嘛哈，对，新疆的这个少数民族的天特别蓝，对，来，我们再看这个因为这比较啊。好看，小小的我就这把是它在带哪过来。里？这个是九寨沟的一个地方嘛，哦，对，九寨沟的风景，是，那也把那个水的蓝的表现出来啊。我也走了很多地方，对，大陆的几乎都走遍这是两只了，天鹅，天鹅，两大个地陆，方，大陆走很多地方，对啊。现在就是那个西藏还没走，哦，西藏要身体健康一点，没真错，的，这个是，对，九寨，也是九寨也沟是九哈，寨，秋色，你是秋天去的哈，我九寨去2、3次，我是夏天去，夏天对，所以我秋天，啊，我一直想再去，可是一直跑别的地方，因为太忙了，我们哈，我们都一天到晚对，跑不停，跑不停。这个也是。这个就比较那个塞外的风景啊，这是哪里？也蒙古那边，这是冬天吗？冬天，啊，有雪，有雪的，你冬天能去那边吗？可以，哦，我觉大概10月底得，开始下雪了，对，刚开始下雪还好，那像我，玉龙呢，9月底、9月初就下了，这是鲤鱼，锦鲤，锦鲤。家里有种了一些荷花，然后这你们家的鲤也不是，只有荷花是，锦鲤是家的，把别人的锦鲤加锦到鲤他把们家家的进话，去了，哎，所以哈，就是对，没画错，家就是比摄影好，就是说他可以随心所欲的对随对，便加随便剪啊。那摄没影错，现在比较进，是现在这个进步了啊，就是你可以什么的去水彩排之除间啊，可以排啊。除但是啊，像我们画画，你随便呢，对不对？是我们电线杆不画就不画对了，呀，多画几个就多画然后几飞个，机也不画也可以啊，对对对，是，所以画家哈，他有人开玩笑说是画家是最大的这个感情的骗子，感情的 感骗情子，骗子，哎，因为那个风景啊，其实不见得是那样。当我们当然一开始是要写生哈，但是在写生之间一定要懂得取舍啊。然后取舍这个就是写生过了以后，我们就画画的时候，就等于说是越来越进步，就越来越要把很多不必要的东西都舍弃嘛哈，要懂得舍是啊，取很容易，舍不容易。所以说是，画到最后越精简的时候，就是已经一过滤的非常的干净了啊，那个精华那是比较不容易了。那你在书法跟水书墨墨跟水彩，现在目前为止，你对哪一个最有兴趣？当然，三个小孩也有比较稍微疼的嘛，比较，你怎么有，最有兴趣的？怎么讲？目前是儿童书法协会嘛，理事长，然后中国大连书法协会理事长，还是书法，就是说近阶段是，最有兴趣就不就是是投不叫入兴心趣，理，就是投入的心力比较多，对，可以那这么这是讲。
自己玩一玩，画画，想画开心的时候画，想画就画，是啊。那你们那个书法协会叫做淡宁，淡宁，中国淡宁书法协会，淡是哪个淡？30年了，淡就是三点水嘛，一个沾嘛，沾天佑的沾，沾天佑的沾啊，宁静的宁嘛。啊，淡宁书法协会，那刚好你是理事长，30年了，哎，是啊，他是你是现任的理事长，现任啊，他叫杨静江，然后淡宁啊书法协会的杨静江，跟你。你不当会长谁当会长啊，儿童，对不对？儿童书法协会做第二届的，但您、就是、比较久一点啊，但您也是 很平静的嘛，对不对？是是是，你又是静江，淡泊宁静，对呀、啊、你又是静江，是是是，你看、哎、跟你的书书会哎也很搭，多么搭调、就是、对，是哎对对对、match、我原来是副理事长嘛，是吗？上来的，那你不当理事长谁当嘛？对不对？也不能这样讲，刚好哎，刚好很多前辈啊，他们都可以当，就是刚好、哎、对对对，这个名字跟你这个书会哎、啊、刚好搭得很，哎，宁静致远。可是呢，淡泊名利嘛，对啊。可是他虽然叫你，虽然叫静江、嗯，你可是一点也不静，我觉得是吗？你看、啊、又哎，很会跑，到处跑，而且还。办了这么多的活动哈、啊，哎，一点都不静嘛，一点都不静、啊。记得我说过啊，静哎，静江嘛哈、啊，然后我嗯、就是，这个江不静啊，一直卧坡到汹涌，就是、才会有这个名字。大概我父亲是这么举的啊。那时候你还讲说你孟昭光，你昭光就是要画美女、哎，那我就是来画那个山水的，有没有记得有一次我的名字跟我的个性比较合，啊、比如说我叫昭光，对不对？我这个人也是 so bright， 对不对？对，那你静江、啊、哦，好斯文，可是你哦，活力啊，静波涛汹涌，是吗？对啊，听，波涛汹涌，而且很有活力。你的星座是什么星座？我双鱼。双鱼又配静江，哎呀，我跟那个李老师是同样三月底的、啊，三、哦、月十七嘛，嗯、他三月底，那所以每次李老师做生日，哎，今年的那个那个聚餐呢、啊嗯，就正好三月十七就我生日、啊嗯、哦，真的，你刚好三月十七对、啊，那我说，哎，老师，今天我生日，哦，刚好一起，那刚好一起，嗯，对，每年都是，嗯，那还有王兰雄老师也是，也还有双鱼的。不，他是母羊。哦，他是母羊。他是母羊。因为双鱼到三月二十嘛。啊，我看他不像双鱼嘛。他是母羊。哦，那也很有冲劲的。嗯。你看哈，这些老师，你看你是双鱼。然后你叫静江，嗯，鱼在江里面不是很好吗？然后你又淡宁，静静的又淡宁书会，哇，一切都配合的那么天衣无缝。我觉得原来没发现哈。淡宁，哎，没错没错，你。配合的这么天衣无缝，然后又配上这张画，啊啊啊！对对对，是是，对对对。再配上这张画，又太 match 了啊、哎！真的是，对啊对啊对啊、你看我的联想力很丰富的啊！联想力丰富，哎，那这个一切都是怎么样的顺理成章啊？你就累得很。很累，我跟书法界的朋友讲，或国画界朋友讲，年龄不小，大概留点时间给自己。怎么留给时间？就说，一任一任，总是有一个期限嘛，三年啊，两年啊。你现在做几年了？我淡宁就是还有大两年嘛。哦。啊，一共是还要做几年？儿童学会比较久一点，也是两年多。嗯、大概这两个会呢，我服务完之后，大约也就70岁了，我该好好退休了。就但人类的传承就是一棒接一棒嘛哈。但是你看哈，我常常看那个、嗯、就是接力赛的时候、嗯，我都有一点感想哈，就是他一棒接一棒，嗯，团体得胜或是失败，哎、但是这每一棒中间、嗯，每一棒都有他的责任，嗯，是不是、嗯？每一棒都必须要尽心尽力的，对对对，跑完他这一段，嗯、啊，你跑慢了就输了嘛，嗯、就输在任何一棒。所以我们这人的传承就是一棒接一棒，嗯、你这一棒做得好好的，嗯、然后你交给下一棒，下一棒也做得好好的，所以这个就不断的进步了。是是 是, 是，当然在我的这个任期之内呢，好好做，嗯，哎。好好做，你做得很好、啊、要把它做得好，或是把基础打一打哈、嗯。因为这个像这儿童书会呢，是那个，
5年前那个刘老师创办、嗯、啊，刘炳南嘛。啊。那他时常讲，他创了这一个会，啊、嗯，他说我没有养这个孩子，都是你养的。啊、嗯哦。讲到刘炳南老师啊，是是 是, 是，我他是我爸爸的同学。爸爸同学、啊。嗯，他跟我爸爸是同学、啊、是是，这个会他创的、嗯、是啊、哎哦、那他有一阵子就说、哎、请我代理这个会的理事长、嗯、那所以我到北京去，这个是林秀、嗯啊、林秀是理事主席，北京的林秀主席、嗯啊、那就、哎、有一些活动啊，一大堆活动这样子，还有、哎、学校，因为是学校学生的那个活动嘛，跟福州的五个年轻美丽的校长啊、哦！哦，他们校长都好年轻，好美丽啊，都穿迷你裙、哦、啊！明年度我邀请他们过来。嗯，然后我们今年五月大家都穿迷你裙参加，那就拜托你穿迷你裙、啊，穿热裤。哦，他们非常活泼，这几位都很活泼、哎。大陆的女性现在不得了，现在女性、啊、不得了啊、我看大陆有些很多什么会长啊，哎、什么主席啊，是都是女性啊。哎，是啊，没错，哦、在大陆的女性是真的，女人很有地位。他们同工同酬嘛、嗯，然后像这个也是啊，你看，嗯、啊，嗯，这位她是一个院长嘛，哈、嗯啊，哎，老人、嗯，他们算是成年人的一个、嗯、一个学会。那这个院长也是能干得很，是是、啊、都很能干这些人，就是快乐就在这里啊，那互相交流，认识很多朋友，还有哈、啊嗯，你有没有感觉到我们，比如你也常常跟对方交流嘛，嗯、那我也是常常出国的嘛，是那我们哈、啊嗯，你有没有觉得在跟大陆啊，在也许日本或者韩国都有了哈、啊嗯，但我们现在跟大陆交往比较频繁嘛、嗯嗯，你有没有觉得在跟对岸交往的？这个交流的同时，我们有使命感呢，啊，觉得输人不能输阵呐，啊，你有这种感觉，啊，我深深有这种体会、哦哦，尤其我们在跟对岸、交流的时候，嗯、真的我觉得我们就代表台湾人、嗯，我觉得我们就很有使命感，嗯，啊，就是一切都必须要拿出最好的，嗯、啊、嗯，所以对方对我们也非常的肯定、嗯嗯对，非常肯定哈，没错没错。因为大陆很多的艺文界的朋友，还有很多的普通的百姓嘛啊，他们跟我们讲，就是说他们认为台湾在保存中华文化这方面做得比大陆上还要好。是是是，那听得也开心啊，听得开心，对对，所以我们这些艺术家也不辱使命嘛。啊，我们在挥毫的时候啊，他们会说嗯，那个台湾来的很不错，这样子、都会这样讲。对对，所以反正走过就会这么看。对对对对，所以还有在行为上哈、嗯，我们都特别要注意自己的。没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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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那现在这次我在太原去展览嘛哈、嗯，那他们就是说一个欢迎会，就是要开幕的时候，嗯、啊，这个致辞那个致辞，然后也有请我代表。讲话嘛，一定那我就讲说啊、太原呢、是中国地上物最丰富的地方，历史文物最丰富的地方啊、那我们也很高兴到这个地方来展览啊、能够来到这么历史文物丰富的地方来展，觉得非常高兴光彩。那台湾呢，比起太原来，我们台湾的历史这种地上的文物，当然台湾小，比起太原来我们差很多、但是呢在精神上面，我们台湾在、保存中国传统精神上、这个礼义廉耻啦、继承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这种一脉相传的中国的传统的精神、我们是绝对不会落到任何一个地方的后。哦，讲得好，对呀、啊，哦，大家拍手，对，哎，我也很高兴。那当然呢，你想他们经过文革，对呀、啊，经过那么久，简化字两次，你看、改不下去的。然后我就跟他讲，我第一次到沈阳哈、被那沈阳那两个字吓坏了，你知道吗？20年前呢，沈阳两个字完全不是那个样子了嘛。机场，我一下机场，那两个大字，沈啊，我们三点水那个沈嘛哈，审判的审嘛，阳太阳的阳嘛，它是一个陈，三点水一个陈，就是姓陈陈的那个陈啊，阳是一个耳朵一个日，哎，一个日，我那
吓呆了，你知道吗？我到哪里了吗？下坐飞机。我说哎呦，沈阳这个样子。然后因为刚开始看不懂那个简体字，那个报纸一拿来就哎，一个字前后前后一个句子要看看看才懂。现在不用了，现在就一看就懂了。但是他们的书法家，还是写的都是啊，对，一定要我们的正体。包括韩国跟日本的书法，他们全部都写汉字，那是一定一定才有美感。对，但是有一个人有写简体的那个书法，就是我们的北京师大的教授，他有写，有写，但是也没有关系了，无碍无妨了。但是还是美感，的反映现在的他们的一个那个，正体字还是比较有美感，对，没错没错。正体字还是比较有感，对，啊，那所以说，这个书法这件事情，对于中华文化的传承有很大的帮助，有很有意义的啊。好，我们光说不练不行，在下一单元里，我们麻烦我们杨老师能够给我们挥毫一下，示范一下，好不好？不敢当，好不好？可以，好，那待会儿写的多好，要多指教。哎呦，别客气了，冯大师多指教。